我们要去复合照的。What are we eating next? 奶豆腐，烤奶豆腐。烤奶豆腐，吃过吗？你们？就是烤 cheese。烤 cheese。Good。跟豆腐没有什么关系。就是豆腐的馅。好。欢迎光临您家厨房，本店有新货口味、新鲜水果茶、水果捞、奶皮、奶豆腐捞、水果捞、冰粥，随便加随便选。奶豆腐、水果捞、冰粥，随便加随便选。可是我觉得15块好贵啊。好辣，咖喱。
红桃。Cake on our first round of breakfast. 烧麦。烧麦一定要的。其他的呢吗？然后一些炸的不健康的。And I have toast, confirm. 这个是羊杂。羊杂汤。And this is 奶茶，咸的奶茶。然后里面放什么？小米。嗯。还有。炒米。炒米，还有。脆的三个。对，好不好喝？可以，很甜。它好像，好像牛肚一样。毒物，毒物。辣，不是很辣，可是很咸。因为你不要喝那个汤，吃很热。有很热。就昨天我们吃这么多东西，你最喜欢是哪一个？哪有这么多东西？还有几个吧？羊肉串。羊肉串？嗯。嗯。你？我。让我思考思考一下。雪藏都喜欢。看值不值得收藏这个啊，这是一个你懂懂不懂啊？不懂。马踏飞燕，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文化的人，去博物馆。这什么博物馆？内蒙古。内蒙古博物馆。走。
个叫冰糕，然后这个是奶茶，然后这个是什么？酸奶饼。酸奶饼，然后这个是 camel meat pie， 叫什么？鹿头饼。鹿头饼，然后这个是叫什么？奶酪馅饼。奶酪饼。开动，这叫什么？奶酪饼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酸奶。酸奶饼，奶酪饼，好豆饼 ，cheesecake。Oh, look at that cheese. Mm. Mm.有点干。我们吃完了，吃不完，这还有剩一块。然后这个 camel meat pie。有一点奇怪，然后这个挺好吃的，不错。And the milk tea is still very weird to me. I can't accept salty milk tea. So full. So this is the first time we're riding electric bike.Oh my god, I don't know how. 等一下，你轻轻转，你试一下，右边那个是油门，小心切车。你这在拍吗？我拍的吧。走吧。等一下，要怎么走先？你 follow 我就行了。follow 你。你先试一下嘛。慢点，轻一点，轻一点，太快了。不要紧张 ，OK。So cool。啊？什么 ？So cool 还是 so cold？小心！哎呦 ，So you're going to cross here？ 啊 ？You're going to cross？ 啊？没有，等一下，没车了就是。谢谢。怎么感觉 ？Exciting！ 是什么心爱的小摩托？哦哦哦！你不要这么快啊！我怕。我这样子是不是可以考摩托来生了？好紧张啊！First time riding an electric bike. Thank you.